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عاقبة للمتق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我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就是呢，穆斯林应该具备什么精神。可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离开古尔邦节已经过了，转眼已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虽然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在今天那么学习，共同学习一段古兰经，那么其中去通过学习古尔邦节的意义，阿拉特拉在古兰经提到的古尔邦节的意义，那么去学习我们穆斯林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古尔邦节是作为穆斯林一个最主要的节日，并且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云集圣城麦加，并且为了安拉而去完成各项朝觐的仪式。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去朝觐天房的人，也在家中以自己纯洁的钱财而宰牲献祭。所以古尔邦节在阿拉伯语中又称为 Yom Qurban， 即是以宰牲献祭的方式去临近安拉，又称为 Yom Adha， 即是牺牲之夜。中国又俗称忠孝节。那么关于阿拉特拉在古兰经中怎么去描述宰牲节的呢？阿拉特拉在古兰经里，阿尔祖比拉希米的舌头牛肉金斯拉希罗哈曼牛肉汉قال يا بني إني أرى في المنام أني أسبحك فانظر ماذا ترى قال يا أبتي قال يا أبتي يفعل ما تؤمر ستجدوني إن شاء الله من الصابرين فلما أسلم وتله للجبين وناديناه أيا إبراهيم قد صدقت الرؤيا إنا كذلك نجزي المحسنين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إبراهيم قال我的孩子，我梦到以你为牺牲，你怎么样看待呢？伊斯玛仪来说，我的父亲，你奉命而行吧。如果安拉与你，必定发现我是个奸人者。当他俩顺从，并且他使他侧卧的时候，阿拉特拉呼唤耶伊布拉黑曼，你却已实践了你的梦境。我就这样报上那些行者。古兰经37:102。阿拉特拉在这段古兰经中，以这短短的四个词汇，我却以这一个伟大的牺牲而赎买了他。所以说呢，我们至今呢流传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宰牲节我们会宰牛宰羊的方式，这就是呢以此来去纪念伊斯玛仪来圣人。所以说我们大家请阿拉特拉在这里提到了伊布拉罕麦圣伊斯玛仪来的圣人的行为，并不是专门指他们，这就是提醒我们每个穆斯林，如果我们为了阿拉顺从阿拉，为了阿拉而牺牲，并且为了阿拉而去实践阿拉特拉所命令我们的命令，并且去禁止阿拉特拉对我们的禁令的话，那么阿拉特拉对我们所准备的重大的报偿必定在等待着我们。但是再反观我们穆斯林，现在我们每一年的时候呢，都在欢度我们的古尔邦节，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度过我们的古尔邦节呢？到了古尔邦节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离两拜，并且我们宰一只羊。那我们去想，如果我们现在只是过分的去注重一种形式上的意义，阿拉特拉在以着他古兰经尊贵的篇幅而提到伊布拉黑曼圣伊斯玛仪来的故事，就是让我们大家去明白呢，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最主要阿拉特拉是看到我们一种对阿拉是否敬畏。所以说阿拉特拉在古兰经中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La tanala allaha ruhumuha la dina luha wa la dima wuha wa la kin taqwa minkum，他的血他的肉绝对不能倒于安拉，只有你们的泰国娃才能够倒于安拉。所以说呢，这就是呢阿拉特拉在古兰经中，所以说应那可在里开那这些人还行，我就如此的报上那些行善者。所以说阿拉特拉提到历代先知把他们归于行善者的行列，就是因为他们出于对安拉一种献身的精神，出于安拉对安拉一种牺牲的精神，出于对安拉而去实践安拉喜悦的一种精神。那么这就是我们每个穆斯林所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穆斯林现状，可以说我们伊斯兰的退后，穆斯林的落后，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那么实际上一段哈迪斯已经告诉我们，穆斯林的落后从什么时候开始？贪图今世，贪生怕死。所以说呢，这就是呢我们穆斯林衰败的原因。那我们再看一下非穆斯林中出现了多少为他们的信仰而去抛头颅洒热血的人，雷锋、黄继光、董存瑞，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付出了多少。但是反观我们穆斯林内部，我们多少人为了阿拉而去牺牲，我们到现在过分的去注重对自己的牺牲，而去忽视了对阿拉的牺牲。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就是通过呢今天学习这段古兰经，我们大家明白，这就是呢阿拉特拉对我们大家一个人做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必定要有一个生活的目标。那我们的目标就是阿拉特拉在古兰经所提到的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Inna salati wa nusuki wa mahyaya wa mamati lillahi rabbil alamin， 我的生我的拜功我的牺牲我的生我的死都是为了阿拉众世界的仰重。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in。